现在我宣布，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开幕。 下面请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同志作报告。各位代表。 现在，我代表国务院向大会报告政府工作，请予审议，并请全国政协委员提出意见。一、2020年工作回顾。过去一年，在新中国历史上极不平凡。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，世界经济深度衰退等多重严重冲击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，全国各族人民顽强拼搏，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，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。 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，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，决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成就，交出一份人民满意、世界瞩目、可以载入史册的答卷。今年。 发展主要目标任务较好完成，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又取得新的重大进展。